大清早却下着大雨，不过众人的心很坚定，要为八位无语良师送上无限的祝福。这次参与模拟手术课程的医师们也深受感动。从两个月前开始就开始做家访，各种的人文仪式，一直到今天，还包含最后的入殓，这整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，就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全人的关怀。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的敬佩。献花，献感恩卡。其中王宗明老师生前个性温柔善良，而且热衷公益，身体力行捐血30多年，还认养非洲孩子，帮助他们就学。我跟他兄弟了60几年，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说他的愿力、他的毅力有那么坚强，因为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，很慈祥的爸爸。他终于达成他的这个最后的大愿。感恩大体老师的舍身奉献成就医学，让每位参与的医师不只是精进医术，更是体会到无语良师的大爱精神。大爱新闻杨爱婷、邓明仪花莲报道。慈济大学这回的模拟